右侧后脑勺痛。我又看到那个，拉那个缆绳呢，拉到飞碟上了啊！弟弟们啊，正在拉那个缆绳呢，正在拉缆绳。正在拉缆绳，正在拉缆绳，眼看着第二个核电厂，是不是要拉到飞碟里，然后把它封住，检测有没有，核泄漏，检测下来没有核泄漏啊，又完成了一个，又完成了一个，好，完成第二个了，好，知道了，好，再见，再见。